是分的。我们先把分屏打开，分屏的开关在这儿。你看这个就转了，对吧？这个是调，这个是调速度的，这个轮子的速度的方块。你看它会转得很快，然后我们要把它再调回来。太快我需要分屏幕有一定的距离才可以。看，它就转慢了。我大概调到这儿，还再慢一点。这个是打码机，界面本身是这样，进来，打开打码，打开定点，然后打开打码，打开音符。我打码位置每个都调了，给自己看一下。啊，每一个都在动。这是打码机，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动的。每个都在这个位置啊，它是屏下打的，看到吗？每个都在这个位置啊，这边是没有打码的，这边是没有，通过那儿就有了。进来应该的，这边打开，打码打开，这边打开，现在打开。打完的话，你在这儿看不清楚了。